为着要来防止着混含毒品危害着国家未来主人翁，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含国立中正大学共同合作来举办着紫锥花祭婚欢度盛典营。活动伫咧十二号登场，嘉义市长吴敏辉亲自为参加活动的三十名各种小学欢度小尖兵来授旗，顶说明咧大家爱勇敢拒绝混度，为囡仔来开启着祭婚欢度的学习之旅。为着要让气氛欢动的教育向下扎根，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含中正大学联手规划举办紫锥花拒烟反毒成长营的活动，十二号开启欢度学习之旅。嘉义市长林辉泽也对此块进行亲自为参与活动的三十位各种小学学员授旗。其他学员伫咧参加营队之后，除了具备更加侪气氛欢动的常识，勇敢拒绝混毒，更爱努力伫咧学校和社区来宣传欢度的观念，成为真正。我们希望透过反毒拒烟夏令营，让每一个紫锥花反毒的所有小小尖兵、小小志工，能够成为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去宣导。所以今天在跟中正大学一起合作，我们期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所有的孩子了解，尤其毒品是万恶之源，那很多的新兴毒品都是透过化学成分的改变或者包装，是让人家防不胜防，他们会变装为糖果、果冻，甚至果汁、咖啡。所以在这一种新兴的毒品之下，我们必须让孩子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期望在暑假的时候，透过夏令营，我们培育了许多反毒的小尖兵，期望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成为我们的宣导，也告诉大家真的拒绝毒品，让大家更健康更幸福。紫锥花拒烟反毒成长营透过讲座课程参访和户外团体生活的方式，来提供丰富的气氛欢度提升之旅，带领小朋友参访中正大学防治药物滥用的教育中心、运动故事馆、独木舟的操作和定向越野体验等等各项趣味的活动，来增强着婚害和药物滥用防治的认知。设计着动脑、动手、动身体的活动课程，让囡仔会当成为推动气氛欢度的小尖子。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